今天我要实现敦煌飞天。我们需要风能转换，需要七个电风扇放在沙漠里，还需要摆一个线圈，把它埋在风扇的周围。沙漠里多喝水，等一下风的方向，我们开干。Go！ 最后一步，我们启动发电机。我们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，开始今天的挑战。我去，敦煌飞天象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，现代飞天让祖国成为了航天大国，飞天梦，中国梦，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。